其實我收埋咗秘密好耐，我真係好想唔好再喺呢個罪裏面，好想走翻出嚟。但係後屘有人邀請我哋去咗夫妻營，就好似覺得見到婚姻裏面原來係有出路。終於喺營會裏面其中一晚，我仲同我太太講我有婚外情呢件事。但是去到夫妻營，當老公來到去跟我認罪的時候，在禱告裡面，神讓我看到他在罪裡面的掙扎和痛苦，就是那一刻呢，我就完全全地來到去原諒了我老公。我知道當罪曝光，他就不能夠核罪我。我不再提起他對我不住的事的時候呢，他會有很大的改變。他不單單是開始很真誠地來到跟我們相處，他也很主動地來到去做很多小驚喜來到去哄我們開心。也沒有想過原來當他被接納的時候，他真的起來呢，真的做回一個爸爸，真的做回一個好好的老公。以前我覺得所有嘢都係重擔，自己一個人孭住，但係今日我真係見到咧，有太太嗰份自在同埋輕鬆，好開心咧！今日能夠有我呢個太太同我行埋呢個人生呢段路，多謝神俾我一個咁好嘅家庭。